前几天收到那个观众就给我发的一个邮件，他就说了就这样张图啊，因为不太好讲，我就拍个视频直接这样讲吧。就首先讲到就是说这个文件它是要导到别的软件去用的，那就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实体。那我现在这里我就直接我先画一下这个形吧，可以吧？就是我就简单点画，然后就对，再来一下。OK，再来一个。好，那就差不多这样子一个形，对吧？弄我调一下尺寸啊。顺便说一下，那个上次的一个什么，就是说拍摄品质不是特别好，因为电脑换了位置，先换了一个录屏的软件，以及那一个就话筒我全都换了。好，那就是这样子一个问题，对吧？但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如果是这样子一个规整的形状，对吧？我们去并集它，你会看到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情况，这样子一个情况，其实正常来讲，现在软件的兼容性都会挺好的。比如说我现在 CFS 以后我转的成那个 STP 吧，S 反正就是 STP 或者是 IGES，IGES 这两个你转哪一个？正常来讲，你看我现在导进去的时候，对吧？Sunrise，因为我现在提前先开了。你看，其实它这里 import 它默认还是一个实体，正常这种简单型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像刚刚那种问题是怎么样？有点像类似就是一个没有并集的，对吧？没有并集的，或者我这样子吧，不好意思，还有一个我键盘要换了。好，那就像没有并集，而且这样子嘛，不是连接的一个面，它更像是这一类的一个问题啊。比如说我现在转成 STP，我再导过去，因为有时候很难讲，就是说抓到那个 bug 在哪。我知道有这个问题存在，但是我没办法去把控。哎，你看到，它就变成 surface。我觉得现在碰到是这种问题，懂吗？那现在得出一个东西，你就知道。YNO 导入出去的东西，它必须是一个实体，也就是说你桌面必须得连接。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哪了？这个地方，首先看这张图的时候，看到桌面它横空直转，我这个形有点像，对吧？当然你这个不是正圆形，但是那首先讲第一个东西，像你这样子，那首先这三个面它是分开，对吧？但其实它是个平面，像这种地方你要怎么去做了？你要这样子。这三个面删掉，对吧？删掉以后，然后把这几个外围边啊选上，另外一边也是。那你说哦，选三个麻烦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来另外一边，对吧？应该这边对。哎，你看到对？哎，你看到它就变成一个完整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形它是从这样子。就这样子一个的，这样子一个正方形，懂吗？就是说它这样子剪出来的，对吧？就是说你画很多东西，你看我给你演示一遍，就是说 Sunrise 画图的模式啊，Sketch，就是这个虽然给 YNO，但是我认为还是有点必要的啊。你看 Sunrise 也是这样子的，比如说我这样画完，然后我再把这个线给剪掉，最后我再把这个给拉伸，你看。它是整个一起拉出来，能懂这个意思吗？就是说，在 YNO 里面，它这个是比较无节操的。你可以是三个合成变一个，但是为什么你那个导入出问题？第一个有可能线没有，有可能是怎么样？你那个面没连接好。第二个是这个问题，你一定要保证一个面的完整性，能懂吗？就是说这个曲面没有办法。那像你这个不是正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你必须得要说这样子。拉一个这样子的形，然后或者是说，你拉一个线稿，在右键，再拉一个线，这边也是一样。然后呢，一样就是说把它给剪掉，能懂我这个意思吧？应该，就是说你必须得这样子剪掉，这边也是。然后我现在把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还差这个部分，哎，好。键盘换新了，有点不太适应，手没那么溜，非常的抱歉。好，那这样子拉，那你这时候看一下我拉伸出来的形状，你会看到其实 YNO 拉出来，在这个才能看，你看它是一个实质的，能懂吧？你看我现在拉没有反应，但是，
问题就出在这，你必须要保证整个面是完整的。那你这个文件不管导出去的时候，只要是导 STP 或者导 ARGES 都不会出现问题。我再讲拿一个模型来讲吧，这样子，好，我把这几个删掉，其实应该大概是能懂了，我觉得。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你只要解决了，就是说这是一个建模的一个思路问题，就是说你怎么去保证你模型。就画起来更干净。Sonorous 的意思就是说步骤变得很少，就像上面这个，你看我现在剪了一块，上面这块它还是一块完整的面。比如说有时候很多时候怎么样，很多时候画我见过有一个是这样子画的，这样啊，把四个面给剪了，对吧？然后就怎么样，就是说非常画得很细，但是说没什么意义，他就这样子把四个面给剪了，最后出来了就是多了四条边。然后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一遍吧，可以吧？哎啊，这边一样，不好意思，这边两条线也给它加了，我给你们演示一遍，然后你们就懂了。最近 Vinyl 用的没那么多，最近 Sonorous 用的比较多，有时候比较乱会。然后这一集的那个效果会不会比之前还要麻烦留言一下？OK，我以后就继续这个配置了，因为我录屏软件都换了。然后就对，就视频质量，我个人来讲还是希望能做得更好嘛，对吧？就是毕竟教软件嘛，对吧？主要看我的屏幕嘛，也就是上期那个真的是很抱歉，那个我真的不知道电脑放抽屉里面，然后就变成声音那么小，因为之前试过好像没什么大问题。好，你看着我现在这样子拉完以后过去，我就这样子，我还是 STP 文件。STP 文件以后，不管你画什么模型，你必须都要有这种思路。就是说，如果你这样转过去出问题的话，你就必须用这个面来补。因为我自己很经常的，两套软件经常去用，你会看到其实看一下，这个还是没问题。以前的 Sonorous 应该会出问题的，现在倒没有。但是正常的话，比如说我现在这个，我在这个基础上面，我在做布尔加减。就是说，通常是怎么？就是你这样子不断加加减减这样子，哎，不好意思啊。就是这样子不，看现在新版本的都还是兼容比较好，以前旧版本就不会很多这种问题。像现在这种，你看我这一套 Vinyl 5的话都不没有这个问题，但是用 Vinyl 4的话，这些地方经常出问题。对，但是现在好像软件都比较那个，但是这张图的就你邮件给我发的话，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一个，就是说你导文件的时候会出现。它不是一个 solid，问题就在这里，就是说你必须要保证，比如说你现在这张图这里嘛，对吧？你必须要保证前面和后面，那中间的这些东西你必须得清的，必须是中空的，然后把它连接起来，然后合成一个完整的 solid，那你的问题就解决了。对，那好的，那就大概就这样子，这节课就到这，那麻烦喜欢的朋友点赞，好的，再见，下次见。